没中啊。这样，这个是防止他弹到手是吧？就是护臂，因为他这边回弹，所以还要戴一个。右手张开。这样没关系，我这还我觉得是个小白。之前没有玩过。对啊，挺感兴趣的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来玩。这个是干嘛的呢？这是护指，就是你要扣弦。把护指皮放在弦跟手指中间，保护手指。后背哦，那练这个练久了，是不是后背的肌肉会？确实会漂亮，会带到你的背，但是练习量比较少。没有蝴蝶是吗？那可能要去健身房。怎么样？你看，快点练习。哇啊，没脱发！哇哇，疯了！第三件，我这是我第三件，第三件，第三件，哪去了？脱发了吗？你这干啥？这为啥呢？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没工上是吗？来上啥事儿啊？哇哇！今天是我第一次学射箭，然后，这是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第三支箭，这儿。然后这是我射脱靶的箭，还有一个更夸张，还有一个特别夸张，在这儿，就是离这个正中心啊已经十万八千里了。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这边，对，还有这个，这个也是接近中间了，但是这个看到了没，一堆七七八八，乱七八糟，反正就是在老家的箭，这是在城市里的箭。今天的射箭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